好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师父。我叫王璐，从今以后跟你了。我是王武，跟紧点。用力上跳，迅速下蹲，这是心法。然后口诀是：大爷饶命啊，小的不敢了。那师傅，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式修炼？大概三天，3650天。十年？你还想喝茶？间接接吻。我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，你现在不想要没关系，等到你想要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来拿。哎，师傅。哎呀，怎么问女孩子这种问题？反正以后就不用受折磨。太好了，师傅。你还是跟我说清楚，方才那一剑是怎么挡下来的？你知不知道心魔大师非同小可，一旦违约，永不超生，魂飞魄散吗？你知道女孩？你刚情况那么紧急，我哪顾那么多？我只想保护你。有你在身旁。